Thank you. 花几分钟啊，这样做做，很平静，很快乐，很慈悲啊、呃！这个你懂不懂？字没关系，你念阿弥陀佛可以，念观音菩萨可以，念地藏菩萨可以，都可以。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一心念佛。我们的一心念佛，这一心不是说光专心的意思，不离开慈悲心，不离开慈悲心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我。 我老实讲，我自己因为很多信徒生病啊、得癌症啊、车祸死掉啊，他们就会请人家找我。那我在外面跑来跑去，我没有办法去那边，但是我就会静下来，哪怕十分钟，把自己的功德融入，求佛菩萨加持，然后帮他念。然后不可思议，我得到很多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念的时候，我妈妈就比较不痛了、啊。啊，我说你也可以啊。 这个手机没有分哪一个，你只要这个频道打开，你有慈悲心，你相信三宝，然后你专心为他念，他就得到加持。我这样做只是做一个实验，说我离这么远都可以，你在他旁边也可以，只是你不要急，你不要很伤心、很痛苦，你要停下来帮他念。因为我记得我刚出家，台湾有一个最大医院的胃肠科主任，结果赚了很多钱。 他的弟弟妹妹，他都养，他都养。结果他得癌症，胃肠癌，怎么医都没用。送到美国，花了很多钱也没用。他回到台湾，就告诉他家人：“你随便帮我找个师傅吧，我希望赶快死，我太痛苦了。”这样啊，他很有钱，没有。那刚好我刚出家，那我坐在那边接电话，那就一个女信徒进来了，因为我一个人在，他就跟我说他的先生的啊、呃、哥哥。 很严重的痛苦，然后死不掉，很痛苦，然后要怎么办？那我就拿《地藏经》给他，白话的，不是那个，哈，就是像漫画一样的。我说你就，因为他不是佛教徒，你那个拿回去念给他听，然后念一念，你就念地藏王菩萨。结果隔天他又跑来找我，他说：哇，法师啊，不可思议啊！我念两三个钟头，我念的时候，我那个长辈一点都不痛啊。 他本来很痛苦的，止痛药一点都不痛啊！要我跟他多念几遍，结果了，隔天他又念，隔天晚上就走了，没有痛苦就走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谢谢他跟我讲这个道理。你念什么都没关系啊，就像各位，如果你的亲人生病，你一定有悲心，希望他好，这个就是动机。然后你有这个慈悲心，希望他好，然后你念大悲咒，你念,ーーーーー你念阿弥陀佛，很有力量。 啊，所以你愿意念三昧水忏，你愿意愿意念地藏经，哇，那力量更大。啊，然后你不用按照经典念，你看那个故事，像小朋友生病，你念地藏经他听不懂，你念佛陀的故事漫画给他听，那个加持力很大。所以我想缅甸也一样，我要只要有人要加持啊，往生出家人去念慈悲经啊，念平安经啊，对不对？念吉祥经啊，只要很专心，有悲心。 然后那个往生者就得到利益了，啊，所以当然讲到往生呢、啊，要靠三种力量来：自己的功德力，就是说你这一辈子刚刚讲了，你有布施，你有守戒律，那你这个力量很大，没问题。再来第二个力量，诸佛加持力，就是佛的力量。所以各位会念佛，会念经典，会念出家人，你可以念。 哪一个出家上师的名字？那念佛的力量啊。第三个来法力，什么叫法力？法力就是你供养三宝跟帮助众生的力量，就是因果的力量。这个世界就这三个力量改变命运。再念一次：自我功德力、诸佛加持力、法界反作用力。我们叫法界缘起力。再念：自力、佛力。 法力、三力合合，一切圆满，就是三个，智力代表什么？你很孝顺，你守五戒，你吃素，你很慈悲心都可以。啊，你经常思维空性，那这个叫自我功德力。所以，一个吃素的人念地藏经，跟没吃素的人念地藏经都可以念，但是力量不一样。一个守五戒的诵地藏经，跟没守五戒的诵地藏经，力量不一样。 所以各位，你为了要帮助众生更多，也帮助你自己，所以自我功德力要守好。啊，一个爱生气的人念阿弥陀佛，跟不生气的人念阿弥陀佛一不一样？保证不一样。这个叫你自力嘛，自我功德力。那诸佛加持力是一样的，每一个佛的力量都百分之一百。但是问题是，守五戒的人念阿弥陀佛，跟不守五戒念阿弥陀佛的力量不一样啊，佛的力量不一样。 所以，如果你你戒律持得很圆满，发心很正确，就是菩提心呐、啊、悲心呐、啊，呃，你不生气啊，你有空性啊，那你念的佛的力量就百分之一百。我们希望得到十五的月亮的力量，而不是初一的。初一没什么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持戒，你发心正确，那你念佛诵经不一样。啊，所以动机最重要，再加上。 哦，那我光念佛，那我不去做善事，那没力量，没力量。像各位，你经常布施药给老人家，布施要供养出家人，那你去帮人家念个阿弥陀佛，对方就好一半，因为你布施药的力量很大。所以佛要我们经常做功德，念一下：造佛像、印佛经、造佛塔、供养出家人、点灯、放生，哦，很多力量你都要。 都有，而且最大的力量是什么？来，随喜功德啊！别人做什么，你都要随喜。像刚刚经过 Sky，我就是合掌，哇！佛塔那么多，阿弥陀佛，沙度沙度，这么多人在盖寺庙，这么多出家人，哇！阿玛唻，北面哄那别人做善事，你随喜的功德变你的。佛陀讲了，你要相信哦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这几年来救牛救几只了？来两万多只。 你赶快念啊！杀度，功德变你了你要有这个功德，那这个功德你去帮人家助念，就有放两万头牛的功德。我们在东芝成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救马的地方，啊，这一次救了一百零八头马，一百零八头牛，一百零八头羊，之前又救两百多只，所以那边有五百多只了。你讲杀毒杀毒。 哎，我做我们做这个就是功德要供养你们的，你们得到功德，我们功德更大，对不对？我们去外面做善事，告诉妈妈、爸爸，功德给你，那我们孝顺的功德多十万倍，用妈妈的名字做功德，你要多十万倍，用众生的名字做功德，变成无量倍，就叫回向众生嘛。所以要广修功德，这个叫法力法力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积很多法力。 啊，现在念一下来，供花的功德，供灯的功德，供香的功德，照大雄宝殿功德，照佛像功德，普皆随喜，各功德主功德，普皆随喜，啊，所以各位你都要加入功德，那你这个功德很大，就像口袋你只有一千块，他有一亿呢。 我们希望有一亿的法力去帮助众生。那佛陀呢？是圆满功德了，啊，福德功德啊，福德的资粮一百分，智慧的功德一百分，福慧两足尊成佛了。但是阿罗汉，阿罗汉的功德是打坐、断贪嗔痴、脱离轮回，甚至有神通，这样有福报，但是他的福报没有菩萨大。 阿罗汉，你只要三辈子出家，很精进持戒禅定，那你就可以成阿罗汉，断贪嗔痴嘛。那你要做菩萨，哇！你想三大阿僧祇劫，算不完的时间才可以成佛。那菩萨成佛以后，干嘛？成佛工作才开始了，轮回度众生，所有众生都脱离轮回，成佛了。 啊，菩萨成佛的工作才停止。成佛就是为了要去帮助众生，所以大乘佛教太伟大。但是讲大乘佛教这么伟大，那是各位不能离开小乘解脱道的基本。如果我贪嗔痴很强、很执着，那你就没办法度众生，因为你会执着。就像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女孩子爱了这个男人以后啊。 他就会排斥所有的漂亮的女人，不要跟我老公讲话，对不对？免得我老公被你抢走，那就完了。他就开始排斥别人了，啊、呃！所以因为他执着啊，那大乘不一样，大乘是呃，所有众生，所以为了要度众生，你不能有执着。那消除执着叫什么？念一下来，正的空性。 所以各位要，够要每天要读一遍《心经》，不要光读哦。你要把《心经》拿来净化你的心。啊，《心经》讲的是空性，没有真实存在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、虚幻的。跟《金刚经》《大般若经》都是这个。但是，如果你没有空性，你就会生气，了解吗？我在得癌症，我在被骂，我在被欺负。 因为你没有空性嘛，你执执着有一个我在被欺负，你在伤害我，那你就会很痛苦。所以，那各位如果要做菩萨，而且真实要把功德圆满，那你就要经常打坐，或是看思维空性。念一下，观察分析一切的存在，你要养成习惯哦。花花是组合的。 它几天就坏了，然后它就变变肥料、变泥土、变水、变碳水化合物，又又开始变成草这样而已。所以花是因缘和合,合、暂时的，而且不永恒的啊，没有一个真实的花，花只是一个离开太阳、离开水、离开空气就没有花的存在。你要这样分析哦，你这样分析你就不会痛苦。各位，老公存不存在？你要说。 暂时存在，不是永远在我身边，它是暂时的，所以会变化的，那你就比较容易接受，知道吧？接受变化无常，不然你会执着，我要抓住它，我要抓住它，你就会很痛苦。所以念一下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 这一句一定要背哦！一定要背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最重要的一切都是虚幻的、假的、暂时的、不永恒的、没办法主宰的、没有单独的。啊，像我的名字叫海涛，海涛它只是一个名字，没有真实的存在。麦克风它只是个名字，那麦克风是这些零件啊组合插电啊才叫麦克风。啊，跟花一样，花也好，麦克风也好，我也好，妈妈也好，爱情也好，家庭也好。 它都是，念一下，变化无常，啊、呃，永远空性，无法主宰，一切随缘，它会随着它的因缘变化的，就像彩虹一样，哦，出太阳下雨会出彩虹，我们在这边诵经做好事，会不会出彩虹？也会呢。我们在这边念地藏王菩萨，地狱有没有减低痛苦？很多众生超度了。 所以一切都可以改变了。那各位了解这个，你要养成这个习惯。不然你说我很爱我儿子，没有他我睡不着觉，那你就会痛苦。因为有爱有执着，你就会忧虑，你就会恐怖。没有贪爱，没有执着，你就没有忧虑，没有恐怖，就快乐了，就自由了。所以佛陀教我们，你越想要帮助众生，那你越要有空性，不执着。 你能够随缘自在，然后你去帮助众生，才不会痛苦。不然的话，我去帮助别人，你不理我，你不给我红包，你不给我鼓掌而生气，那没度不了别人了啊！所以各位呢，不能执着一切，但是又充满了爱，记住这下来，一点都不执着，却充满了爱心。那这样就可以下课了，这样。 道理很容易啊，但是你要去修，你要去修，如何不执着？我很爱漂亮，哇啦，我不爱漂亮，我会死这样，那就执着啊！那你最好学学他们，呃呃，剃剃个光头几天嘛，穿白衣服，泰国还可以穿白衣服几天，剃个光头，没有化妆，干脆眉毛也剪掉。泰国要剪眉毛了，缅甸还不用剪眉毛呢，啊、呃。 然后你就不会执着这个外表，你就说健康就不错啦，对不对？给你很漂亮很漂亮，结果还得胃癌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你想就知道，不，不要得胃癌啊，黑黑丑丑我跟没关系啊。所以，但是问题是哪有不生病了？佛陀有没有生病？病的要死哦，佛陀一天拉肚子七十遍，你去拉拉看。 佛陀发烧的时候，那个水滴下去比硫酸千百万度，没有人可以碰到那个水，谁碰到佛陀那个发烧流汗的水，全身都会烂掉，太烫了。因为佛陀的力量，还可以撑住啊。所以佛陀说，只要有这个身体呢，都会生病。那佛陀可以接受，佛陀很平静了。那如来在定中，如来永远在这种空性的无我的状态。 如来只有一个状态，叫慈悲，对啊，啊，所以来去自如，接受一切，接受一切，却永远慈悲。你强奸我，我还对你慈悲；你砍我的头，我还对你慈悲。这叫佛陀嘛？所以我们学佛要学这个，这个叫你叫菩萨道，大乘佛教。为什么叫大？大就是说。 众生都是我关心的，我要让所有众生都都离苦、都成佛，那我这样再拜观音菩萨大乘。但是，虽然我们讲大乘佛教，各位觉得不能够离开。刚刚讲了，来持戒、布施、人天福报，你你要有做人跟天的福报。第二个，有解脱的心就是解脱道，就是你要有阿罗汉的心态，有空性的心态。 你要有这个心态，那做很多功德却不执着，所有的功德跟不执着，为了帮助众生，那叫菩萨道。如果你每天只有打坐啊，修慈悲心，却不去扫厕所，却不去布施，那你也不可能成佛。所以有一个出家人跟老和尚修行十五年了啊，师傅啊，我跟你学学差不多了，我要我要去学更多了。 师父说：“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你福报不够啊！”他说：“我每天做这么多事，怎么没有福报？”然后他的老师傅说：“你没有看佛经啊！释迦牟尼佛扫厕所九十一劫啊！释迦牟尼佛为了成佛，扫厕所九十一劫，一劫是三亿四千万年，扫了这么久的厕所，才有一点点福报。释迦牟尼佛。” 不失眼睛，不失血浆，用他的生命去服侍众生，三大阿僧奇劫修了一点点福报。你没有这个福报，你看不到空性，看不到菩提心是什么。而不是说，我现在看大乘的经典，我修仪轨，你就了解什么叫菩萨？你不了解的。你跟一个没生过小孩的男人讲了半天，他不知道女人的痛苦的，他不知道的，啊。 所以，各位，你要你要修大乘佛教，所有众生的痛苦，你都要有感受过，不然你不知道什么叫救苦救难，因为你没痛苦过。不能说我很会看经典，我很会念佛，我很会诵经，你就菩萨没有了。你只是把大乘的经典拿来你自己修行而已啊，因为你没有感受到众生的很痛苦，你不知道佛法好用。 所以现在各位要要练习去受苦，要主动的去受苦啊！把别人的事都当做自己的事，不要急着说我自己要念多少经典，我自己要怎么样。那讲的都是自己自己自己。如果你没有感受到女人的痛苦、男人的痛苦、动物的痛苦、恶鬼道的痛苦，那有些人说这些我都知道，我看过书了，但是你没感觉。 一杯水里面有妈妈的眼泪，科学家永远不知道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世间修大乘佛教啊，那各位要开始感受别人的痛苦。缅甸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动物，这么多流浪狗，河里面的鱼，而且佛经说有地狱道、恶鬼道，你要去感受。有些人很自私，叫我去坟墓，我才不要去呢。我我怕鬼，那叫自私。 啊，因为你只想到你自己怕鬼，你不知道真的有鬼，他很痛苦，你要去感受到他的苦。你要在坟墓里面打坐，啊，然后你会怕，这个对你很好，你就可以修空性啊。你为什么会怕？因为没有空性啊，执着很强啊。有些人打个针就会跳起来啊。那菩萨是要割眼睛、挖骨髓呢？啊，虽然很痛。 但是他不跳起来，他赶快想要去帮助对方。你最好把我割完，只要你会好。虽然我很痛，这个叫空性，啊、呃，空性不是读佛经叫有空性，而是妈妈。为什么我们学佛都是女人？因为女孩子痛苦比男人多一点。男人现在干嘛？打麻将，啊，然、呃、后打高尔夫球，啊、呃，看电视，这样。 你叫他来修行？no，你去就好，我出钱。哎、呃，那、呃、女孩子很苦，很苦，因为什么？做女孩子每个月都要痛苦一次，苦不苦啊？苦啊！啊、呃，然后呢，要生小孩，要照顾家庭，要生病，而且她关心全家，全家的痛苦都是她的事情，所以她比别人喜欢拜佛。但是差在哪里呢？ 女孩子比较执着，做、这个、女人呢、啊、重感情，放不下，所以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念一下，放下是一辈子的功课，是修行的入门啊！各位，你要你要入大乘佛教啊，首先你要学习放下，不要一直我我我我我我我,我儿子我老公我我我,我这样啊，那这样你还有一个。 自私的动机，那就那怎么办？所以你要多念心经啊，多想心经的意思啊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哪有一个我啊？这个我是肉体跟感情、思想组合起来的，这里面没有真实存在的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开始学习放下说，说我要这个爱情，我一辈子都要抓住它，你很痛苦的。你要觉得你坐在那边要想，我儿子离开我了。 你要学习习惯它，这个叫观修空性啊。空性就是，你想一下，接受变化，接受无常，你要从心里面接受它，接受死亡，接受被割头，你要习惯接受被扒皮，啊，抽骨髓，那你要觉得很痛，但这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你要一直练习啊。如果你不练习这个， 那你学佛经也是一个骄傲，或是比较，哎，我学的比你好，我比你高，那基本上就没有力量。为什么？没有空性就没有悲心，看见吗？真正的慈悲，你想，只有众生，没有自己，关心别人，超过自己，这叫悲心。不然的话，今天我来缅甸，我希望各位扶持我的台湾道场，那就没悲心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想你自己利用对方，没有背心。我是个法师，我来做这个，完全奉献给缅甸的爸爸妈妈，完全最好生命都死在这边。啊，最好把所有的钱、所有的力量都布施在这边，不要带走任何东西，这样对我有帮助。如果我想要从缅甸得到东西，带钱回家，带什么回家？成为我的信徒，那没有空性，也没有背心。 做生意是可以这样做生意，就是变成我的比较大，我公司大一点。但是佛教不能如此啊！所以各位，我们修大乘佛教，只为别人，不为自己；为缅甸佛教努力，为缅甸的巴利人、巴利文努力。你不是说我是大中国佛教、汉传佛教，我们才对，你们不对，错了。所有的缅甸的法师，所有缅甸的这些九戒女。 都要比我们健康，为他们运经，为他们想，为他们祈祷，为他们祈愿。只有他们没有自己，那你叫空性悲心啊？可能你会变成缅甸人一样去出家去度他们，变成跟哪？因为根本没有我自己。如果你还要执着说我是汉传佛教，我是什么佛教，那跟你不一样，那你没有空性，你也不了解佛教是什么啊？所以，那你要关心缅甸佛教。 关心当地人超过于你自己，那才叫空性。不能一直站在自己的立场修行啊！所以在这一点，那当然我们要修空性、修慈悲心。首先要把这个我执消除掉。那你你就是因为你有强烈的自我爱惜，就是爱爱护自己，所以你更要去关心别人，把这个自我爱惜消灭掉。自私是魔鬼。 透过于慈悲、奉献、布施，你才可以把这个我慢慢慢慢减到最低。所以各位要开始练习关心别人，关心你做老板很好，我们华人很聪明、很阿 Q、很会赚钱，啊，那你要关心工人超过你自己的待遇，关心工人超过你儿子、超过你的老公，这样你要薪水给他多一点。 因为你在修行，他才会说：“哎呦，我们那个老板好啊，这样，我们的老板很会赚钱啊，很会布施啊，就是薪水不加薪水啊。”因为你是一个佛教徒，你必须把你的修行用在你的真实的生活心态，以给别给别人的感受。不要光嘴巴赞叹别人，没有哦，你好好棒，那你自己也不做。哎，你要真实的愿意愿意去帮助他们。 所以，我利用今天短短的时间啊，把佛教的重点跟各位讲。第一个，念一下：相信因果，持戒布施，孝顺父母，超度祖先，啊，经常忏悔。那这些你平常就要做。但是做这个，不是说我是出家人或是我是大乘就不做，不一样的心态来做，这样的。 啊，一个是以以为了得到福报，为了不堕落地狱道而做，那解脱的心态呢？去做这些消除自己的执着，你不布施，你不持戒，那你怎么证得空性呢？所以你一样做，那你要行菩萨道，那一样更要努力做。只是做这个呢，是为众生的，不为自己的啊，努力的布施，努力的持戒。 从孝顺自己的父母念一下，孝顺所有众生；从超度自己的父母，超度所有众生。但是问题是你没办法超度你自己的父母，你怎么去超度众生呢？所以有些法师他在超度，我都我都帮他问：哎，你爸爸妈妈往生了？往生了有没有超度？我不知道呢。你不知道你怎么超度别人？你一定要有力量超度你的父母，你才能够去超度别人。 当你有那个心态，像各位去帮老人家助念，他往生了你帮他助念，他生病了你看他，那你要有那个想法。哎呀，我很惭愧，我可能没力量，但是我很认真啊，求佛加持这样可以。但是你也很惭愧去帮对方念的时候，那你的父母就会先超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对方当父母就可以。哎呀，对方就是我的阿公，对方就是我的妈妈，所以我认真的帮他念，那你妈妈也得到超度了，对方更得到超度。 所以基本上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。所以第一个再念一次，来相信因果，断恶修善，持戒布施。那以这个为基本呢？第二个，然后呢，来一点不执着，消除贪嗔痴，体悟空性。也就是说，各位，你很会布施，很会超度，但是你不能爱生气。 啊，你不能有欲望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有一个男居士很有钱，坐在第一排。那我们要念经了，就发本子给他。就有一个女居士很慈悲，到处发。那個、女士长得很漂亮，她不看书了，还是看啊？好色的男人，手上拿着经典，看女人啊。所以各位，女人长得漂亮也是业障，害别人不专心哦。 啊、呃，所以以前有一个一个中国一个女孩子，道教的七珍，她唯一一个女孩子，长得太漂亮了，但是她知道要修行，她老公很有钱，不让她去，就问她怎么修行，知道吧？她知道她老公太有钱，她找多少女人的，就是不让她去修行，去钟南山，她就煮了一碗热热的油，很油，然后就拿一把盐。 撒下去，脸放上去，呜，他就毁容了。她老公说：“你赶快去吧。”她后来开悟了，开悟了。啊，这个都能够放下，他哪里不开悟？修行不是修这个，修行是修这个。但是你这个修完再来修这个可以。啊，因为你已经不执着外表漂亮了、性感了、英俊了，然后你变成观音菩萨了，这么漂亮，地藏菩萨这么庄严，是为了度众生而长得好看，了解吗？ 为了度众生而有钱，而不是说，如果你没有第二个叫空性，消除我之自私，你有钱了，你漂亮了，你做了官，你就会骄傲，你就会下地狱，因为你就造恶业嘛。啊，所以各位你要，当然先修福报，福报有了不执着福报可以。第三个菩萨道是让所有众生都有福报，这样可以，不是为你自己，但是你为了要度所有众生，所以你变成。 哦，健康、漂亮、有钱，很有力量，啊，很有影响力。那你不是为自己？这个时候不是凸显自己长得漂亮、有钱、口才好了，而是有空性，有空性。这个空性就是没有自我中心，没有高，没有低，没有爱，没有恨。所以各位要多读心经，南传佛教非常好，打坐、观呼吸、观呼吸啊、呃，因为那个时候是空性，不执着嘛，只有在呼吸。 有一个老和尚教我一个方法很好，我也觉得很好。来，各位试试看，手放在大腿上。然后呢，怎么专心呢？就开始这样啊，试试看，眼睛闭起来，然后专心都在你的手上。好，说一下，你一直在转哦，但是你都注意在这边，很注意。来，手一直动，注意在你的手上，两只手很专心，呃，都在你手上。 它在转，好，大家有没有忘了现在几点了？统统忘掉，因为你专心在这上面啊。那你要是不能打坐，你用这样也可以，你用走路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南传佛教走起来，走起来，很专心啊。甚至内观禅修，注意身体的感受，注意呼吸，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，可以。 让你不会心不会跑到任何地方，专心。那从专心里面进一步再去消除贪嗔痴。那最主要，大乘佛教不是光消除贪嗔痴，是什么？来，思维无我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安住空性，因无所住，不执着一切。 让一切自然发生，本来就是生生灭灭，顺其自然。你要用什么都可以，这内心很平静。啊，就像什么叫空性？今天你晚上在睡觉，在家里睡觉，很平静。明把你睡到一半呢，偷偷把你移到殡仪馆睡觉，还是很平静，那叫空性。睡醒啊，那叫不空性。 殡仪馆跟你家床还不是一样，你楼下死一只蟑螂跟你地板死一个人还不是一样，因为他是人呢、啊，你有分别就是没有空性，死人我受不了，啊，得癌症我受不了，快乐可以，那你就没空性，啊，所以各位你要练习，那你要练习空性，必须在苦的状态，很热啊，很冷啊，然后你去打赢你自己。 你告诉那些冷跟热啊、死人啊、红木区啊、家里啊，它只是一个假的、暂时存在的。你要一直养成习惯。如果你不养成习惯了，一接受变化你就受不了。所以你要你要开始学习放下，啊，甚至修不进观。什么叫不进观？就是你愿意接受它的变化。你要去想它怎么死的。像我要出家，我有结婚、有小孩子，我再来出家了。 我的师傅叫我打坐，打坐，看你儿子怎么死的。哇、哦，师傅好狠！然后拿给你一堆卫生纸，你要看到哭啊哭啊，儿子死了，太太跟别人跑了，啊、呃，太太自杀了。我师傅说你要关哦，你太太自杀了，顺便把你儿子也拉去死了。你要学习习惯，你要学习，你要是不学习习惯，你不能接受他的死亡，那你内心就没有空性。 没有空性，我出家每天还在想儿子想太太，没有用。啊，我对妈妈永远爱，但是不能执着妈妈。妈妈哪一天会死亡会变化？但是你要对妈妈的爱去爱所有的生命。她一生病你就很用心，而不是对妈妈很用心，对别人不用心，对有钱的很用力，对没钱的就随便念念回家。啊，有钱就念大声一点。 最好七天都来念一遍，因为你有钱嘛。<laughs> 那我师父说你太自私，不行。啊、呃，你要对所有众生都一样。扫地不要光扫家里，外面公园那么，你要去扫，不能光扫自己的厕所，公共厕所要去扫。你不能说啊、哦，这个我会，你去扫，你去扫再说。因为你要练习平等。什么叫空性？来，一切平等，没有分别。 这个叫空性，你就不会痛苦了。啊，我爱，我不爱，我喜欢这样，我不喜欢这样，我要健康，我不要生病，我要生，我不要死，我要有钱，我不要穷，我要永远做董事长，不要被赶下台，那叫没有空性，执着很痛苦。所以有些人虽然很会做善事，我一直做善事，说善事，求求求求我升官，那万一掉下来怎么办？台湾就是这样啊。 求求求求求去买名牌，结果输了，把佛像都丢掉，把那神像丢到马桶。我头怎么赌赌输了？那我发现缅甸很好玩，拜佛拜完下来就买马票，对吧？买赌博，原来他们是在拜这个的，不是每个人，那大部分人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就是没有空性，有所求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佛陀叫我们布施要干嘛？来。 消除吝啬，消除财产的执着，哎，就叫我们去布施，就是希望不是光得到富贵，你还要得到我们修行的目的，消除我的财产的观念，布施消除欠贪，持戒消除伤害，我守戒律，而不是说我要升天，持戒呢，希望我永远我活着。 不要因为我去伤害到任何一个生命，这叫守戒律。忍辱，为什么要忍辱？不是说为了相貌庄严、口才好，但是忍辱真的有这个福报。修忍辱的人，来念一下：长得漂亮，口才好，有钱，身份高贵，死后生梵天。修忍辱就这样。不修忍辱、爱生气的人，念一下。 丑八怪，口才不好，穷，没有人缘，死后下地狱。你要选哪一个？你要选哪一个？什么因什么果？但是我们菩萨道修忍辱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嗔慧心完全断除掉，而不是光这个。那这个是自然的福报，有钱漂亮，但是最主要是你不会再生气了。啊、呃。 不会再生气的，所以那如何不去不生气？我会故意别人侮辱我，我故意不生气。你要故意的忍辱。所以我师父要我观想我的儿子怎么死的，我的太太怎么痛苦的，然后你要很平静，很平静。虽然会掉眼泪，但内心很平静。我师父说，你都很平静了，你才可以出家。如果你不平静，你出家，那你儿子怎么样了？你太太嫁给别人了？ 我跟你讲，我太太很漂亮的，啊、呃，漂亮的不得了，像影星一样，又长得跟我一样高，啊、呃，那我师父说，你看你出家，你还没出家，你朋友就叫你家追你太太了，省了赚五十年的钱，对我所有的钱，然后还又漂亮又富，一个儿子，那多好。但是你要放得下，你不放下，你出家没有用。 所以各位，这一点至少各位在做早课念经的时候，到寺庙那一天要放下，好不好啊？你不能说我儿子生病，所以我一直拜一直拜，心里想着做儿子，那你没放下。你这样拜的力量就没有办法给你儿子有力量，因为你是执着儿子很担心才来拜佛的，那不行。比如说今天你公司要发财，我守八官斋戒，我在家里念佛，我去寺庙很专心，在寺庙拜佛认真。 最后全部完了，你当然会记得回向给你儿子，那力量很大，回向他发财力量很大，就像我一样。今天很多很多信徒生病了，他公司要发财了，他求我们加持，我不能无所求，那我更认真。最后我记得回向给他，这样，因为我两个钟头的认真很专心，那才有力量帮助他。所以你越想要帮助对方。 越想要慈悲，你要越放下。记住这个道理。你希望你的儿子生病更赶快好，你要更放下。我专心诵地藏经，我专心去放生，我专心吃素，我专心去供养出家人。专心完了，因为你动机是因为你儿子，但是我做的时候很认真，这个叫放下。然后你才能够产生力量去帮助众生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各位要得到我们大乘佛教的功德、慈悲与智慧。 那你就要以这种智慧无所求放下的心，广修功德，为了布施给所有众生，让这些所有众生，包括恨你的人、伤害你的人、强奸你的人、破坏你的人，你,你,你都要对他慈悲，这个叫大乘佛教。但是你要修这个，你必须从这边开始做，而且做了又不执着，而且做完以后功德都回向给众生。 那你就会很有力量，你会感受到你这个力量可以帮助减轻他癌症的痛苦，甚至会好起来。啊，你也可以帮助你自己离苦得乐。那、啊、现在我要把这些咒语也发给各位，希望这些咒语，我们所有法师大家慈悲，这样吹口气，什么叫嗡啊吽？跟我念是嗡啊吽，home, 身体的功德，嘴巴的功德，心态的功德，完全融入。 嗡啊吽，佛陀的功德，讲经的功德，菩提心的功德，完全融入。嗡、哦、啊吽，嗡啊摩嘎阿罗摩苏那耶陀罗尼玛那尼吽，所有法师慈悲，嗡、哦、啊吽。等一下，各位一人拿一条，好不好啊？很重要啊，挂在手上，那永远不会下地狱恶轨道。就算你等一下出去车撞死了，直接去极乐世界。 不会了，不会发生这种事的。我是比喻了，啊、呃，而且这一条叫大随求咒，里面有个大随求咒。什么叫大随求？求什么？只要是善事都满愿。大随求，啊、呃，而且呢，生病的人带很容易消消病苦，而且往生者，你只要空气啊、水啊碰到这个咒，撒在这个死掉的牌位啊、骨灰啊，他就去极乐世界。 好，念一下一心祈请，观音菩萨化身，大随求菩萨，加持法会，加持咒语，嗡、嗯、巴拉巴拉，桑巴拉桑巴拉，印度尼耶，乌修达尼，轰轰碌碌，下来，坐哈。 嗡巴拉巴拉，桑巴拉桑巴拉，应达尼耶修到尼哄噜噜，下来说：嗡巴拉巴拉，桑巴拉桑巴拉，应达尼耶修到尼哄噜噜，下来说：嗡巴拉巴拉，桑巴拉桑巴拉，应达尼耶修到尼哄噜噜，下来说哈。像我在这边念很重要，念各位听到了，那你就得到这个咒语的加持，不会堕落地狱轨道，出生道。心里想的善事都能够满愿。嗡巴拉巴拉，桑巴拉桑巴拉，因达尼耶修到尼哄噜噜，下来说哈。上面有写英文的、范文的、藏文的、中文的。 各位最好把它背下来，好不好啊？因为你背这个所有，因为大水球有八只手，事实上它是观音菩萨的显现。观音菩萨是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力量，目的呢满众生的愿。而且这个咒也叫什么咒？来灭罪成佛第一咒，就是说你带这个咒语呢，罪业就你只要带着啊，洗澡也带着最好，睡觉也带着最好。 所以我们把这个咒语啊，下回送多一点，麻烦各位给老人家、生病的老人、孤儿院带，好不好啊？它可以消除罪业，他将来呢，这个叫什么？来接触成佛咒，他接触了，将来就会成佛。所以大锤球经上面说了，一个人下了无间地狱，突然无间地狱变成极乐世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骨头啊，在人间风一吹，刚好大锤球咒。 的一个沙滴到他骨头，所以整个地狱都变成极乐世界，然后他们通通上品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鬼就来问问阎罗王，阎罗王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就问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就带着他们来见佛陀，佛陀说，因为他们被大水求咒的力量加持了，所以各位，你带在身上，风吹到你身上，吹到别人，别人消除罪业，将来也可以成佛，水淋到身上。 甚至你讲话，讲话，你身上带着这个咒，然后呢，这个咒的力量就会出去，啊，所以如果你嘴巴会念，那最好，你能够念个一万遍，你骂人都变成功德，这样，因为你的声音里面都有嗡巴拉巴拉、算巴拉算巴拉，你、微笑、你轰隆下来说话的功德在里面，所以讲到这地方，希望大家嘴巴来多念佛，多诵经，多持咒，不要乱讲话。 不要浪费啊，像我很少聊天，我这个人不聊天的，除非必要跟人家讲佛法，利用跟他聊天讲佛法。因为我呢，我师傅告诉我，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变成功德，啊，所以嘴巴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讲佛法、劝人做善，不聊天，不聊天，啊，心里呢不要想别的，想那些赚钱有的没有的。 心里想的如何帮助大家都赚钱，如何帮助大家都健康，如何帮助所有的人，不分缅甸人、华人、美国人，心里一直想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大悲心。所以各位养成习惯，一心念佛不是什么都不管，一心念佛就是想的众生的苦啊，如何回向给美国，来回向给整个缅甸，回向所有泰国人，回向叙利亚，回向印度，回向地狱。 回向中国，回向轨道，那你要想的，你在心里面想的，所有的六道众生都是爸爸妈妈，所以我要为他们念佛。我现在为他们走路，我现在为他们吃饭，我现在为他们穿衣服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当愿众生，哦，你穿衣服的时候，你要观想所有众生都穿得很漂亮、很健康。你吃饭的时候。 当愿所有众生都有饭吃，诸佛菩萨都吃饱了，所有六道众生都离苦了。当你吃饭的时候，当你上厕所的时候，当愿众生都不拉肚子啊，都排除贪嗔痴，然后呢都消业障，这样啊。所以，那你上个厕所也是功德，你呼吸也是功德，你走路也是功德，你开车也是功德,德。就是说，像各位开车的时候，来当愿众生，行车平安，无有车祸。 追求菩提，他们开车是要开去佛寺出家的，这样开去佛寺，就像各位在缅甸看到他们卡车装了很多东西要送去佛寺，那个开车人快不快乐？开了他开车是要去送给佛寺三宝，要带人家解脱了，要去帮助别人的，所以你以这样的心态开车，开车变成成佛的方法。开车不是为了自己，吃饭不是为了自己，走路不是为了自己。今天你开公司，那。 今天人家跟你买东西，你要观想，所有商店都发财，好不好啊？啊、呃，我跟对方买东西，也希望老板发财，然后买东西的客人买了也发财，大家都你你开一个店，你要想大家都生意好，你生意就好，啊，大家买了这个东西都可以过更快乐的生活，买了这个药都可以更健康，那你就变成你卖药也是一个菩萨的心态，这个叫。 当愿众生，千万不要说“好在跌倒不是我”，这样啊，好在淹水的不是我家，以后保证你家淹水啊。坏心有坏报，所以你要想，希望淹水淹到我家，不要淹到别家；希望火灾烧到我家，不要烧到别人家。你有这个心态，你家永远没有水灾火灾，因为念一下，自私是痛苦，慈悲才快乐。 自私业障重，慈悲消业障，对不对？你要这样想：别人的小孩跌倒，你赶快救他；你的小孩永远不会跌倒。别人的老人家跌倒了，车祸，你赶快救他，你永远没车祸，你不要怕麻烦啊、呃！所以你越救他的命，自己越命越长；你越帮助他离开贫穷，你自己越有福报。所以我想。 我们大乘佛教，各位不会很困难。你千万不要说我不认识字啊，我不会读经啊，我不会念佛。你有呼吸就又有功德了。你只要活着，啊，你的立场不分什么样的现象，我活着就是要帮助别人。所以有一句话，释迦牟尼佛哪怕生命只剩下一秒钟，他都在想着跟做着如何帮助其他的生命，不分宗教。啊，千万不要批评国家社会。 这个世间正常的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乱，这样而已。欲望越来越强。现在缅甸在十几年前一只手机还几千块美金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，小沙弥也有手机，<laughs> 所以欲望就很强。欲望很强，心里就很不安定了。所以你不用去批评，也因为这个世界欲望很强，越来越乱，我们更要安静。 更要清近，更要有力量，有慈悲心，啊！所以天上的星星很多，代表人类在做善事，不如一个月亮的亮。什么意思？月亮代表慈悲心，所以佛陀说，慈悲心所做的功德，整个大地都装不下。有所求去做的功德，为老公、为发财做的功德，一下就用完了。所以同样，各位布施一百块，同样各位去念阿弥陀佛、去拜佛，都要想的。 我为所有众生拜佛，他不拜佛，我来拜；他不布施，我布施；他不吃素，我吃素，了解吗？千万不要骂人家吃肉错，因为他吃掉的肉，我超度；他吃掉的业障，我消除。为什么？你身上有一个咒语，怕什么？<laughs> 对不对？因为你会念佛，因为你可以帮助他。念一下，佛法无边，不可思议。所以佛经说，这个地球上。 只要有一个人发菩提心，有空性发菩提心，整个地球都改变，一个就够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你供养整个地球的阿罗汉出家人，不如供养一个菩萨一杯水的功德。菩萨不分在家出家，只要各位你你心态改变了，啊、呃，你心态改变了，全家就改变了。念一下一子得道，九玄七祖尽超生。” 对你了解了佛教修慈悲心、空性的道理，那你每天在呼吸、做事都在做功德。你的爸爸妈妈不可能不长寿，你的祖先不可能不超度。重点是你的心态，所以你的心态里面不要有贪嗔痴、傲慢、嫉妒，不要找借口说我脾气不好，不要找借口说我这个人讲话就是爱骂人，那你不慈悲。 啊，到时候你受的苦，没有人可以替你受苦的，啊、呃，自作自受的。所以在这一点，那修行就要保持像像鱼的眼睛，我们怎么敲木鱼，抠抠抠抠，鱼的眼睛，它保持警觉性，我要保持这个状态。但是因为做不到，所以我每天早上要做早课，我中午要打坐打坐，我晚上要忏悔再反省，啊，提醒自己，一直提醒自己，好。 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、有空气一样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对于这个世间、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。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的去思维，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。 一九九六五二三二一九九六五二三二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走，基本上是一样的，都是朝正面。基本上是入水水花，我们要做到越小越好。我觉得最最最紧张的时刻就是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。郭幸存，好，待会换你们哈。那一刻，其实你是最紧张。 深呼吸，防御就是最好的攻击，防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。你口字太反了。最重要的就是双手举高，保持大概在耳朵旁边，大概四十五度左右。最重要一定要保持微笑。手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一整天下来其实也蛮累的，会觉得肩膀有点紧绷，手有点没力。我会在内心告诉自己说：“汤包，我可以，我很棒。”这样子。 爱是平等无私的，是遍及一切生命的。不论生命的高贵、卑贱，乃至善恶好坏，一切生命都是我们慈爱的对象。 放下分别的约束，勇敢的将我们的慈爱与一切众生分享吧。观世音菩萨的千手，代表着菩萨慈心悲愿的行动力，而菩萨每只手中的眼，则象征着菩萨睿智的。 洞察力，我们应该丰富自己修行的内容，照见本性，以拥有如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千手千眼饶益有情。 知识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